然后就两坏球，这个球打到在左外野方向，蛮强劲的，没有接到，没有接到，要得分了，要得分了。两出局之后，林王奇伟适时的建功，敲出了左边方向的一支平飞安打，带有打点。二垒上的跑者在两出局之后，拔腿狂奔的回到老家，在威达四局下半，这边也得下第一分了，追成1-1平。